正在热播的《温暖的弦》中，一心去医院看望父亲被记者围堵，身世遭曝光，战南弦霸气赶来护住一心送他回家。张嘉倪含泪解读一心的错爱，他敢爱敢恨，毫不犹豫。他陪心爱的人度过3000多个无眠的夜。作为三角关系中的单恋者，一心这个角色让不少观众又爱又恨。在温暖离开之后，一心一直陪在战南弦身边，帮他度过那些失去温暖的痛苦时光。表面光鲜的一心，内心满是苦楚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